Hello，大家中午好，我是 Donny Choi，今天是2020年9月5号，星期六，Happy Saturday 啊！好，今天早上啊，有跟一个佛牌有就是讲起了，就是说好像啊，我们车里面呢，我们驾车嘛，然后如果说我们要安一些小金身在车里面呢，无论是龙婆托也好，四面佛也好，龙婆班也好，独拉扎也好，四面佛也好，如果说我们要安一些小金身在我们车里面呢，那么呢，他的脸是朝外面，就是看窗口那边好，还是朝里面，就是看驾车的人好，那。其实啊，是没有说向外好还是向内好的，是它是没有说哪一个好的。最重要是说，你们觉得如果是放里面看里面好，你们就放里面咯；如果你们要看外面，你就看外面咯。哦，因为哦，这个小金身啊，它最主要的目的。就是放在车里面，然后保我们驾车的时候平安哦。啊，好像龙婆托车神车神啊，有很多人也是有放，然后也是说看到很多新闻啊，说车上有放龙婆托金身的，都会有车祸的时候都会保护驾驶的人，车内的人会没有事咯，啊，就是这么神奇咯，好吗？然后呢，第二呢，就是说，我们有说到，就是说，好像，我们家里面或者是店呐，如果说我们要安一尊，就是好像纳豆公啊，纳豆公的话啦，纳豆公的话啦 ，OK， 最好是放，就是说，好像一个 example 啊，看到吗？啊，好像是会比较难一点哦，因为我一个人 ，OK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啦，我们放纳豆公啦，最好哦。如果说这个是你的屋子来讲啦 ，OK， 最好不要放自制咯，最好是歪一点，明白吗？可以看清楚吗？啊，不要，就是说它最重要是不要放准准，脸看准准那个屋子咯，最好是歪一点咯。啊，这个是师傅教的啦，因为。之前的时候师傅有去过一个就是说一个店啊，他去看风水啦，然后师傅还没有进那个店啊，他一看外面啊，他就讲说这家店啊应该啦他的生意不好咯，应该是不安咯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了，为什么师傅他还没有进那间店他就会讲这样，然后过后啊才知道说哦，原来啊那家店啊，它的那个外面它有放一个纳豆公啊，纳豆公啊，然后它纳豆公呢就是准准它的脸，自制就是看着那个店，明白吧 ？OK， 然后他说，师傅才讲说这样啊是没好写的，啊，你店的生意啊风水啊，这个是风水上来讲了，师傅的泰国神通风水法门呐 ，OK。是讲不好的，你因为你对准嘛，你怎样都好啊，你要歪一点，就是说你的那个纳豆公啊要歪一点，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他的屋子那个纳豆公的屋子已经做到直了，没有的转了的嘛，因为他死了的嘛，他是固定的嘛，所以呢，只好呢就是里面那个纳豆公本来是这样做的，嘿，给他转一点呢，给他。消化歪一点，不给他自制咯、啊、好像家里面如果有放四面佛也是一样的，家好像人家 landed property 啊，你的屋子外面有放四面佛啊，你也不可以放自制的，你要放歪一点，不要自制向家，歪一点就对了啊，这样风水才会 good very good 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啊，这个视频。今次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多多 like, subscribe and share, 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